阎王，阎王杀牛人。阿拉鸡，阿弟弟。哎呀，兰姐啊，兰姐，哎呀，榴莲啊，榴莲真美丽呀、啊！讲到榴莲啊，兰姐今日又好呀，嘿嘿嘿！今天好终于是榴莲了、哦、哈！讲到榴莲啊，你们记不记得阿兰姐有教过你们呐、啊？吃了榴莲啊，这个榴莲壳不要丢，你拿榴莲壳装点水啊，去洗手去漱口都 OK， 在外面用可以啊。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呐、啊，去看那个 caption 啊，点啊，很好用的这个方法，但是呀、啊，又因老阿兰姐讲，兰姐啊，榴莲爱唔好喝呀，哎呀，还有啊，那个榴莲我不喜欢买现成的哦，啊会出水啊，人哦不好吃的，我喜欢吃温温的，这样要怎样开嘞？哎，老你讲啊，你唔系 professional 啊，唔好用刀喝哟。阎王，爱会杀榴莲。哎呀，不是恐，不是姜啦，不是用刀啊，用刀好危险咩？啊，所以阿兰姐今天呢要教你几招哈、啊，一记一记喝榴莲，不是阎王啊。还有呢，怎样保存榴莲啊，才不会让榴莲出水 ？Number one， 用螺丝掰喝榴莲啊，最好会用一字形哎啊。如果你没有一字形的话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个也是开到阿兰姐开过。接下来准备两条布，你看到了，一条布呢啊给榴莲水煮啊，另外一条布呢帮它盖被啊。做什么呢？第一，不要给它露来露去；第二啊，不要剁到你的手吗？首先，榴莲啊，你不要笨到啊，这个头啊没有弄掉啊，你叫那个卖榴莲的人帮你切掉啊，毛相关的。我们再来看那个噔，看几个师傅，你看几个师傅呢？啊，如果他是从小被打到大的，他的师傅是开了啦，熟了啦。如果像这个啊，他很乖哦，所以师傅还没有开，不用怕，你找他的纹路，你看到中间这边没有？啊，中间这边拿来给你看，找到了之后呢，啊，这样子放住，好、哦，拿一条布扶住，可以用这个螺丝掰啊，你在这榴莲上面的中心点剁下去啊，记得啦，不会剁太深了哈、哦，你不是龙嬷嬷啊，不是用一针一针插下去啊，只是你要科学一点，精准一点啊，2cm 左右就好了咯，啊，然后你就顺出这个纹路啊，你看一条一条这样子开下去，很像开星星这样哦，啊。切到一半差不多就搞定了咯，用手诶轻轻一掰，哇，噔，啊，榴莲真美丽呀、啊！啊，但是你要注意咯，你不要剁它剁到太深咯，剁到太深你也会流血，榴莲肉也是会受伤吗？啊 ，Number two。用铁汤匙来滴到啊，有些人的乌卡毛螺失败哦，毛相关呢，汤匙肯定有了，对不对？不要选那种软软的汤匙，要选那种吃得起苦的汤匙，熬都熬不到的。方法呢好简单呢，跟刚才的方法一模一样。那刚才讲了吗？一个布给榴莲躺，另外一个布帮它盖住，不要剁到你的手咯，找到那个师傅，哎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师傅的纹路？找到之后呢，用这个吃得起苦的汤匙啊，你用它的手把，你不要用它那个啊，不要用它前面那边啊，啊，你找到它媳妇最中心的点啊，剁下去，然后呢撬，慢慢撬啊，其实轻轻撬就撬到了的啊，不要怀疑，做得到的啊，你啊一样哦，刚才讲了吗？你有裂口过后呢，你啊用手轻轻开，不用太费力，小小力。啊，有美丽的榴莲可以吃了咯。Number three， 啊，卖榴莲出水耶！啊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吃多少啊，开多少。但是阎王不小心哦，开好多榴莲哦，用别用呢，好简单呢。剩下的啊，首先呢、啊，我们分为几种，第一种就是啊，你看这个。里面还是有果肉的啊，不要紧张，开出来啊，你可以的，用保鲜纸或者报纸呢包起来，放在印度里面呢啊，3-4天不是问题啦哈、啊。另外一种就是，哎呀，好去俺用好多榴莲哦，是唔使哦，用边用呢？那、啊。
大伯威是你的朋友，前期莫用修姜榴莲啊，用不用？你看那些啊，专业的榴莲档啊，他们是不用手的。第一是卫生，第二啊，因为你用手啊，姜这个榴莲啊，放落去大伯威啊，你的手可能有细菌哦，像这些果肉啊，哎呀，就会短命了咯。你在榴莲档，你们看它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！啊，是不会动到手的，放到冰箱呢啊，三天内要快点吃完它了，不然就会出水了咯。啊，因为你今天买太多啊，又希望可以放久久呢，很简单，一样那个保鲜膜铺好好啊，榴莲瓣啊，你就一个一个用保鲜膜包好来哦，然后呢，你就跟它放上去上面了哈，打冰那边结冰哦，哟、哦，放一个月左右都没有问题了，还可以吃榴莲 ice cream。啊，虽然现在已经是榴莲季节的尾巴了吧，夹夹抓那个尾巴咯，哇，那劈到榴莲妹啊，哇，今天别打喊了哈，生意记起来没有？啊，如果喜欢阿兰鸡啊教你的方法的话呢，记得 like share comment， 阿兰鸡 on duty。